大家以后请称呼为安装工老张。今天装了两个椅子。这个椅子，人家发错了，发过来我已经装好了，然后我老婆说不对，这个我买的是那个什么温莎椅，那发的这个椅子不对，好，那再人家把新的寄过来，我再把旧的拆下来，给它装箱，然后物流再过来提，看着弄的。看，这是才组装起来的，四个，这应该算是咖色还是灰色？两个橙色，还有一个。然后这个是之前呢，我都装好了。哎，等会儿全部给它拆掉，拆掉再装箱。今天是2022年12月9号下午2:50。今天过来主要是要那个送床的，送床的要过来。今天送一张床，这张床是芝华士的。明天要送两张床。我家三张床，这样说吧，我家的家具，好几家，三张床三家人家买。终于把新椅子装好了，看看怎么样。咱做事规规矩矩，对吧？给人家包好，人家毕竟还要卖钱呢。寄到广东也不少路了，虽然麻烦一点，给它包好，给它包好，打包。线不是肯定动电源啊！啊，兄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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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一二线，我那一共电油是别家有。不，一共电油线呀，我那是一共电油。你看我也白问你吃亏了。哎，亮了，兄弟，小周，哎，你白吃了。啊，放什么这个？放什么这个？把其他火东西拿去。啊？哦，武警啊，这武警有多少警察？武警啊，不是这个床那个的。啊，好整。然后把灯开了。这个很简单啊，电蚊帐啊。螺丝，一来就好了。哎，一颗啊。好，往里拱。好，往那儿一放，可以。往那儿一放就 OK。
今天送了一个床过来了，明天还送两张床过来，把这两个房间拖一下。这是昨天下午才做的这个硬包啊，下面有许多灰尘，把它吸吸干净。昨天空调师傅已经过来调试好了，这是空调的外机，先关起。洗衣机也装好了，椅子刚才已经组装好了，然后厨房，看，蒸烤一体机、油烟机、煤气灶、炉子，炉子开着吧。因为过两天要降温了，这下面管子还没接好。这是饮水机、冰箱、这个电工还要来收尾，这个床今天送来了。这里一个床明天送，这里一个沙发也是明天送，沙发跟这个小房间的床一起。OK。